我会祝福他的。太子，你不要忘了，你身负国仇家恨的重任，你居然将先帝跟你定下的太子妃拱手让给康熙那个狗皇帝，你将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业置于何地？你将我们这帮誓死追随你、誓死效忠大明的臣子置于何地呀？义父，诸位师父，我不仅是大明最后一个太子，也是你们的弟子，朱明联盟的成员。我违背了盟约，愿意接受盟规处置。哎呀，你可知你犯了哪一条盟约，该当受何处置？弟子知道，不遵师命鞭责20，私放联盟成员脱离联盟鞭责40，弟子两罪并罚，鞭责60。请义父遵守盟规，立即执行吧。联盟执法弟子何在？在。大师父，大师兄虽然私放一欢，犯了盟规，可他毕竟是大明的太子，不是寻常联盟弟子，当有豁免权，还望大师父收回成命，饶过太子这一回吧。求大师父收回成命，饶了大师兄吧。你们不必为我求情，正因为我是太子，更应该以身作则，坚守盟规。更何况我是明知故犯，如果义父和诸位师父不惩罚我，以后还如何管理好联盟？那就请联盟执法弟子执行责罚吧。将将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晋王，你看是不是略施责罚就可以了，不用鞭责六十这么多。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，太子要以身维护盟规的威严，维护他自己的声望，我们应该成全他。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，住手。太子，太子，你身体强健，武功又在诸弟子之上，怎么受此小小的鞭刑就会吐血呢？大师父，太子昨晚练功走火入魔了，其实已经吐了很多血，如果不是弟子及时出手相救，恐怕太子这回已经没命了。你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我四师父，是我不让叶师弟说的，你不要怪他。晋王，太子确实是练功走火入魔了，受了内伤，责罚就到此为止吧。是啊，晋王。穆生，你先扶太子回去休息吧。嗯，义父，快起来。还有24鞭没有打，请继续吧。太子，你已经身受内伤，我看这责罚就暂且记下吧。我这点小伤不碍事，再多养几日便能恢复过来。如果因此减免了对我的刑罚，以后还何以复仇，还何以与大家一起光复大明？我撑得住，请继续吧。只有这样，我的心里才能好受一点。继续。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
回来了，你们别再打了，我再也不走了。欢佩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朱哥哥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你不该回来，你快走，快走啊！朱哥哥，你不是想我回来吗？我现在回来了呀。我不需要你的怜悯。我没有怜悯你，我是心甘情愿回来的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你愿意？愿意嫁给我吗？那你真的放下康熙了吗？朱哥哥，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慢慢忘了龙小弟，行吗？好，我不勉强了。对不起了，龙小弟。从此以后，你就好好的对你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吧，而我。我要忘了你，我要一心一意地对待我的朱哥哥。皇上，黑狐的飞鸽传书。传此额图。这太子，你练功走火入魔，受了内伤，现在又受了不轻的外伤，在你伤好之前，最好不要动用真气跟他人交手，不然你这个伤势会缠绵不愈啊。徒儿明白。靖王，皇儿已经回来了，那他跟太子的婚事还照常举行吗？今天本就是定好的大喜日子，太子虽然受了伤，但是却行动无碍，我看婚礼还是继续举行吧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太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欢妹，你不会改变主意了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。我的身体不碍事，既然你能回来，就是最好的灵药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今天就给太子和奕欢完婚。好。可是这吉时已过了呀。哎，不要紧的，择时不如撞时，既然奕欢他能够迷途知返，及时赶回来，这就是最大的吉时。至于吉时嘛，自然就是顺其自然。咱们大家都赶快动手，把大厅重新布置一下。好吧，只怕最快也要等到晚上才能举行婚礼了。晚上就晚上吧，给他们拜堂之后，刚好就让他们进洞房。欢妹，你如果真的后悔了，现在还来得及。不，一切听从师父跟爹的安排吧。
原来是你啊。嗯。平时鹦鹉潇洒多了，哪像这清朝的服饰，穿着浑身不自在。太子真精神，可说呢，好久没这么大喜事了。太子，你的伤不碍事吧？没什么大碍，义父不必担心。嗯，那就好。太子呀，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这身上的伤啊，也许就不药而愈了啊。太子。你叫错了，你马上就要跟奕欢成亲了，你还在叫晋王奕父，应该叫爹。啊，这也算是。对对对，是啊，爹。哎，哎，欢儿怎么没来呢？啊！哎呀，
这女孩子嘛，总是要化一化妆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才肯出门。倩影正在给她梳洗打扮呢。这样吧，我去催催她，就说咱们的新郎官等急了。我们家欢儿好美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出发了，可千万别让新郎等太久。樊姐姐，等你出嫁的那一天，到时候我也为你梳妆吧。我这辈子怕是会和雪姐姐一样，都不会再嫁人。我和雪姐姐心中的那个人，怕是都是不可能。可我们既然不能跟心中认定的那个人在一起，怕是这辈子都不会再嫁给别人。樊姐姐，姻缘二字是这世上最难说的了，我们会遇到有情无缘的人，可有些人却是命中注定。我跟你其实是一样的，在我心里的那个人，我跟他注定是不可能了，所以我们是有情无缘。可我跟朱哥哥呢，就是命中注定。好了，既然你决定放下心中那个人，决定要嫁给大师兄了，那就不要再去想他了。不然的话，不仅会伤了大师兄，还会伤了大家的心，更会伤了你自己的心。准备好了吗？哎呀，欢儿，你这身打扮可真漂亮。倩影，你要准备好了就快把新娘子带过去，赶紧拜堂成亲，新郎都等急了。哎呀，知道了娘，我们马上就好。快点啊。快点，欢儿。不想盖这个盖头了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哪有新娘子不盖盖头的呀？乖，等一下，这是谁放的孔明灯啊？哎呀，好了，别看了，小师妹，大伙都等着呢。哎，我怎么没看见雪姐姐啊？你能不能帮我去找一下她，劝劝她吧？毕竟我出嫁，她也该陪陪我啊。好。那我去叫他，也劝劝他，把以前发生的事情都放下。那你可在这乖乖等我啊。不好了，雪姐姐不见了。不见了。哎，小师妹呢？新娘子也不见。易欢不是跟你在一起吗？我刚刚给她打扮完，在扶她来拜堂的路上，小师妹突然想起雪姐姐不见了，让我去找雪姐姐。结果我这雪姐姐没找着，回来路上小师妹也不见了，我还以为她自己来大厅了呢。这可怎么办？这可怎么成亲啊？大师兄，刚刚小师妹就是在这儿等我的，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？雪姐姐也不见了，他们该不会是被人给掳走了吧？不可能，以倾城的武功跟易欢的轻功，没有人可以不动声息地把他们给掳走。
大家都四处找遍了，也没有找到雪倾城和易欢，真是奇怪，他们能去哪儿了呢？倾城这孩子有些心事，咱们是看着他长大的，心里自然都明白。他大概是没有勇气看到太子和易欢成亲，所以便不辞而别了。可是欢儿又去哪儿了呢？他不会又逃婚了吧？可是这次是他自己回来的，他还说已经想明白了，忘记康熙，一心一意对太子。我觉得这次欢儿是下定决心要回来跟太子成亲的，只怕是临时又动摇了，又没法面对太子和我等师长，所以便不辞而别。你终于来了，你这穿的是明朝的新娘服吧？真美。你看到了，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你这么着急来见我，是想当面祝福我呢，还是想趁机把明珠谷的人一网打尽呢？都不是，小弟是毒瘾发作，想和老大赌两把。我还要回去拜堂呢，没时间跟你赌。赌的不是骰子，赌的是心。第一把，朕放一盏孔明灯，赌你能不能看见。若是你没有看见，或者是你看见了不来，那朕就输了。幸好你看见了，而且你孤身来见朕，就说明朕赢了。不，你输了。我孤身来并不是想见你，而是想告诉你我要嫁人了。如果你还念着一点我们之前的旧情的话，就请你别打扰我今天的洞房花烛之夜，也别派你的兵来追杀我们。朕若是要派兵追杀你们的话，就不会用这样的方式跟你见面。朕不相信你会嫁给朱慈轩，朕也接受不了你嫁给朱慈轩。朕第二把赌的就是等你见到朕之后，你是否愿意跟朕走？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你输了。未必吧。朕不相信你心里没有朕，就像朕忘不了你一样。一得到你要成亲的消息，朕就六神无主了。朕不会让你嫁给朱慈轩的，朕也不会让你再离开朕的身边。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成亲了？因为，你我是同月同日生。又是结拜兄弟，所以心有灵犀一点通啊。你别骗我了，我跟你只是同月同日生，可我跟朱哥哥却是同年同月同日生，我跟他的缘分不比你强吗？我问你，是不是我们谷里还有你的奸细？老大，不对，欢儿，复明是不会成功的。你与其等着做什么朱明的太子妃，不如做我大清的皇妃。你虽是汉女，但是朕可以给你抬一个旗级。你虽然当不了皇后，却能得到朕的专宠。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老大了，你也不再是我的龙小弟了。我们两个结拜，对你来说不过是一时兴起的玩笑，而对我来说就是一场梦。如今梦醒了，我们都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了。我根本就不想要你的什么专宠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走吧，今天
今天就当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别再口是心非了，朕不相信你的心里没有朕，要不然的话，你为什么要在成亲之夜偷偷的跑出来见朕？你快走吧，你现在再不走的话，被我爹跟师父看到了，你可就完了。你看看，你还是那么关心朕。今夜你不跟朕走的话，朕是绝对不会走的。你简直就是个无赖，你现在哪像一个真龙天子，哪像一个九五至尊啊。真龙天子九五至尊那是对别人而言，在你的面前，以前朕是你的龙小弟，以后朕是你的男人。走开走开走开，你打吧，你打死朕吧，你要么打死朕，要么跟朕走。我恨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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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现在让我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已经还魂师了，我心里不能再想你了。如果我再想你的话，那我就一辈子吃糠咽菜，穿粗布蚂蚁，变成一个丑女人了。既然你已经发了这么毒的誓了，那唯一的解毒办法就只有以毒攻毒。杀陆小弟的，可你也答应过我，会心甘情愿的嫁给我，一心一意对我。环美，其实你昨夜走了，就不该回来，不该给我希望，又马上让我绝望，不该把我最幸福的一刻变成最耻辱、最伤痛的时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朱哥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你别杀他。我现在就跟你回去拜堂成亲。他不能回去跟你拜堂成亲，他要是嫁给你的话，那就是对朕无情，对你不忠，更是对他自己不仁。玄逸，你不要为难一个女孩子，你有种来，可否有种跟我决斗？论武功，朕远非你的对手，但你我的身份又不是江湖的寻常莽夫，怎可以武定输赢？满满。